五一以后，南海进入休渔期，主打野生海鲜的高档酒楼、高价生猛海产依旧琳琅满目，会不会有些疑惑？跟我一起来看看，以往一些熟悉的野生海鲜品种，如今是养殖还是进口？东星帮证明鲍文筛基鲈298一斤，直斑鱼中的顶流，最为知名，色正红，体型美，作为宴客的主菜，可是大方其礼。这个是海南养殖东星帮，两种体色都很典型。养东的幼稚偏粉，建议起遍清蒸，上汤糖夺或桥。另外有小的养殖东星帮238一斤，适合人少的场合。沙帮、长帮，证明清水石斑鱼，498一斤。沙帮是常见品种，其肉质甜，口感结实，弹牙，一般整条清蒸即可。这个鱼名气不算大，但懂行的食家纷纷推荐。如果是野生的沙帮，看到就买就可以了。这个缸里的是养殖的沙帮，不知道肉质如何，吃过的朋友可以告诉我感受。芝麻帮证明不是石斑鱼，328一斤，和红斑一样，体表遍布橙色的圆斑点，会被尖鲨用来冒充红斑。但芝麻帮的尾鳍有三分之一是有斑点的，特征明显。芝麻帮也是常见品种，口感嫩，鱼味香，一般做法也是清蒸。这是养殖的芝麻帮，同样没有吃过，很反馈。还有一种体型很松悍健美但黑沉沉的石斑是云龙斑，云纹石斑鱼和安带石斑鱼的杂交品种。云纹石斑鱼的俗称是游斑，这大概就是对应游斑的对应品种，没有看到价格。另外标牌上有的红斑和黄丁斑没有看到实物。老鼠斑证明驼背鲈，不大的398一斤。老鼠斑鼎鼎大，是香港四大鲈鱼之一，颜色洁白，鱼味浓，鲜甜滑口，有口皆杯，但这些都是养殖的，表现就差得很多。我吃过感觉一般，对不起这个价钱。石斑鱼太复杂，这次特意请教了专家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继续看有水量鱼，香港四大名鱼刚才提到了红斑和老鼠斑，而苏梅已经是保护动物。现在现场还有一条青衣，青衣的证明是苏氏朱齿鱼，488一斤。青衣的评价一直都高，鱼肉吃起来又细嫩又鲜甜，几乎入口即化。鱼腩和鱼头更上层楼，鱼腩肥而美，鱼头的厚皮是人间美味，青衣的精华部分。但这条估计是东南亚进口的青衣，又瘦又憔悴，颜色惨淡到几乎认不出来，估计经过了长期的运输储存转口站养，可惜了这条好鱼。花金骨证明斑石鲷268一斤，野生的比较少见，一鱼难求，其肉质油润，鱼味香，口感细嫩又有弹性，清蒸一流，刺身更佳。但这些养殖的斑石鲷就四个字，平平无奇，肉粗味淡。新力证明真鲷108一斤，野生真鲷的颜值一流，做刺身很好，熟食肉质偏粗。这个鱼在日本、台湾、闽南比较受重视，广东这边一般，可能也和水域出产有关。这些养殖的真鲷用来做顺德捞起鱼生应该还是不错的。金头鲷也是108，这鱼是引进养殖的，肉质味道都很一般，不建议点，一般也是做捞起鱼生吧。三鲤鱼238，本身对应的是石鱼，但石鱼在境内已经灭绝，现在用云石、无齿鲫、北周石等来代替，看不清是哪一种。鳌锦和顺及翘嘴帕，这是养殖的大规格，不知道价格，不过市场卖20一斤，油盐蒸很好吃的。另外还有桂鱼118元，这几种都是不错的选择，比某些养殖好得多。眼斑龙虾688一斤，俗称小蜜蜂，第二节到第六节有一些白色斑点，这可能就是眼斑龙虾名称的来源，主要产自古巴和巴西，也叫古巴龙虾，没有吃过也没钱，不评价。花龙证明锦绣龙虾788一斤，是全场最高价，应该是进口的。
小青龙、正明、波纹龙虾，338一斤，这个规格算大的，也很好看。如果要点龙虾，就点这个吧，价钱、口味、规格都算合适的。鸡突猛虾菇598一斤，也叫富贵虾、泰国濑尿虾，这个很贵，一直都很贵。吃过一条很大的，肉是挺多的，但味道口感都不出彩，可能是入口延误的时间太长了。番茄对虾、鬼虾、桂虾238一斤，这个虾现在养殖量很大，其口感仅是略粗，白灼不算好，推荐赤黄、美极、椒盐等做法。超大规格的罗氏虾198，这种证明应该是达氏照虾，体型最大的长臂虾类，其虾肉淡口无味，虾头虾膏倒是不错。一般推荐入味的做法如香茅菊、赤油黄等等。这个虾我们那时候也鄙视，价格也低，现在年轻人反而追捧，价格也上来。精血请教了专家，大优蟹198，大部分是鲤血青蟹，有两个是紫螯青蟹，膏蟹268，全部都是进口的巨源青蟹。青蟹的食味产地影响非常大，这些都没有吃过，不好评价，不过大几楼的标准应该过得去吧。库页老马科格，又名北极贝、北极贝、老贝，128一斤，这个做刺身非常的甜美，口感也脆。象拔蚌498，是进口的太平洋浅泥蛤，刺身、汤灼、爆炒都很好，就是贵一点。美国大响螺328，证明沟槽美洲香螺进口的，大响螺的低配，偏硬不够香，不值这个价。卡明氏鹅螺无价格，响螺的低配，吃起来可以的，市场很常见。三头的大连鲍鱼，证明皱纹庞贝，198一斤，新鲜鲍鱼还不错，但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另外还有大竹蚌，口感脆，爆炒多。花甲黄紫锦巴菲格，很好吃的。还有花螺，也就是翻帮东风螺，大家都很熟悉了。这期就到这里，花了不少心思去定种，希望看完对大家在海鲜酒楼里面点菜有一定的帮助。